热心服务，人人爱。做人大方，哥慷慨。爱欢迎收看，你准备啊，来煮菜。我是小七，我是闽南啊。制作单位真的是，不知是体贴人，还是真正是。顶届来一个小鲜肉，今仔日搁安排一个小鲜肉。啊，顶届迄个小鲜肉吼，油水一点点，吼，较油脂一点点嘛。啊，今天你呢？今天不是很干，但是呢，就是身材很有型这样子、喔、所以，今天你主持的喝好滴。麻烦小七姐，今天冷静，冷静。你逐阵都叫我冷静，够冷静。深呼吸，深呼吸。我感觉今麦少年人哦、喔，那还优秀哈。对啊。真正是了不起哈、喔！今麦人就是吼能力啦，啊实力啦，拢足重要。像咱今天你所邀请来，这是咱中华所有26乡镇。嘿。这个联合服务会总会长，总会长，这么少年看个，才差不多20多岁啊，二十多岁啊，你还做少年呢？真的，来，咱赶紧来邀请咱的邓德利何里长。那美丽的主持人啊，老天啊，那个帅哥里长，迄个咱电视台迄个头前荧光幕前的观众，各位大家好。啊，何里长你好！啊，拄仔咱有讲过，就是讲26乡镇吼，是中华所有包含北中华，包含北中华，嘿，全部就对了啦吼。啊，咱的这个大德里吼，大德里，大德里，大德里啦，大德里，是伫咱的中华的倒一个所在。大德里属于咱中华县的中，大德里是咱中华县吼的中心点，中心点，嘿，吼中心点啊，而且大德里内底吼，阮。就是咱这个国营事业台糖，吼，伊位伫日本时代，吼，就进驻伫大竹里到即马咯。啊，对对对，了解，对对对。啊，所以台糖属于国营事业。啊，伫即几年来吼，台糖吼，嘛伫阮台德里吼，推动真大个即个观光，啊嘛配合阮客户定工所吼，啊来办到中华县政府来办真侪即个即活动，吼，啊，互咱在地地民来参加。安尼，他拄啊吼，咱的这个何里长又讲过，讲这个溪州，所以咱的溪湖，咱的大德里就是伫咱的溪湖就对啊。中心，迄个中华县的中心点。溪湖我知影，我对溪湖上个了解就是牛肉、羊肉，还有葡萄，葡萄，对。所以讲，伫这葡萄方面吼，葡萄方面甲这。羊肉方面哦，羊肉方面是阮中华县政府吼，每一年这肉品市场拢有举办这个羊肉节啦。哦，羊肉节。啊，当然去哦，定农会，就是拢大力推广的，就是这个这道地的产业特色，就是讲去哦葡萄。葡萄。嘿，嘛拢一直咧推广哦，伊嘛，嘿，即摆嘛讲推广到国外去啊。哦。嘿，对，这嘛是讲去哦定农会跩。总干事啦，理事长甲即个跩哦，李干事因跩到葡萄班跩小班长跩时段吼，对溪湖镇民跩农民吼，会用心啦，嘿啦，有影啦，用心啦，即使吼，咱啊做人做事拢共款，就敢那煮菜共款，拢爱用心，用心煮起来菜就特别无共款。对对对。啊，毋知咱何里长今仔日要甲煮啥物菜？哦，我今日要介绍的，就是咱即个这吼，即个这花枝仔卡吼，这芝麻卡，吼啊来。用这个这蒜头吼啊辣椒啊姜片先来落去吼落去煸个汤啊煸个汤来了后，再落去炒啊配合沙爹啊豆油汤安尼。哦，啊这是我这非常的好食的，感觉我们赶快迫不及待，来赶紧来个开会。谢谢。何里长平常时啊，伫厝都咧做吗？我今麦较少啦。即马因为算平常时的即个除了爱走摊头啦，吼啊，服务案件交者应酬是无啦，交者应酬较少啦。哦，拢咧为里面服务啦。嘿啦，里面服务啊，都推动阮即个这县的吼总会的即个这吼方向啊，当然嘛配合咱即个全省的这全国总会总会长吼，吼，算到总会的方向就去行啦。其实我感觉咱的何里长吼，真正是要安怎讲的，伊心肝真善良。他伊为伊的里面去争取吼，争取一寡即个福利啦，就讲资源啦吼。他从来没有说爱感谢伊家己哦，他一直在感谢各界给他资源的单位。你有看卖下者，遮尼好的里长，遮尼好的里长吼，这吼真正是袂歹。
啊，咱那煮的时阵吼，你点？因为你平常时啊，日理万机，这种粗糙老细来得好啊。谢谢啦，谢谢谢谢谢谢。你这实在吼，谢谢谢谢谢谢谢。较单纯哈，谢谢谢谢谢谢。啊，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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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尼就是我那同款哦，这刚好你亏，爸爸，迄个聊聊天的好我安尼就对啦吼，这刚好你。啊，咱的合理长吼，向你啊为你的里面吼去争取吼，尽量去争取可以的。这个资源啦吼，你知讲咱丽岭最近有要办什么种的这个活动无？讲阮当年的活动吼，当然这个理事长伊都基本的这个这个、社区，阮基本的都当年的端午佳节啦吼，伊的迄粽香情这个活动，哦来办这个爸爸粽活动来送哦，这个这正来给低收入户隔代教养的，好这马孙啊啊独居老人，社区的会员。哦啊，即、這个即、這、哦、個，地方诶一寡即慈善团体，若讲需要阮你来斗三工诶，哦，阮嘛是当有关乎因啦，安尼啊，啊当然阮办个数量是一年比一年都较侪啦，啊今年除了社区来举办来了后，阮嘛有，我即卖嘛有支持咧筹划，甲阮客户福安宫妈祖庙吼，诶嘛真感谢咱遮福安宫诶委员会遮委员啦吼，啊来感谢讲因吼，即届吼。要配合阮五月初五要来办这个端午节活动吼，阮就是预计吼，要叫真侪赞助这个厂商吼，啊，这个来配合，啊来到关怀地方的弱势，所以讲即届除了社区办这个活动来了后，啊，福安宫加公所方面啊嘛会积极来办这个镇内的大型的端午佳节活动，但是吼，伫咱这个。我咧开少年啊的过程当中，你看我咧采访迄个李长的过程当中，咱阿庆哦，安尼有咧话咧吼，已经物件咱做一项落，无来了解一下吼。啊，或者讲要共教吼，等于吼，咱都唔知咧。你镜头，你小齐啊，啊，你那五块男生啊，转过拢煮好，我那苗要哪煮吼？问一下，恁头拄是毋是迄个油落去热锅了后，就是一挂新香料，蒜头啦、姜啦。辣椒啦，炒香之后，就加迄个沙爹，啊，过来嘞，他到底讲个啥？加落来的水，再来，啊，即马来，糖有哦，糖吼，啊，即马来，哦，所以这先慢落，慢请落再先加这酱汁，用落来了，哦，安尼应该都有够，嘛变慢慢上甜哦。啊，即马再来迄个，这即马把落去来了，再倒倒一挂米酒了，嘿，啊，米酒呢？哦，即马这即马卡你啊看。好用心嘞！对啊，哦，做甲足精致嘞。哎，我刚刚甲伊问吼，讲吼，你啊看卖啊者吼，即马咱咧做工课就是安尼吼，有用心无用心，咱看知。一般吼，咱也是去市场买啊，咱可能等下家己卡。啊，人即马有专门的，就是讲吼，他帮你弄好了，但是伊他把他这个开口切得很齐，咱第一个价，咱就袂欠着，足用心的，你啊看卖啊者。这应该较等嘞，先放一挂就好。哦，先分一挂，这有分呢。有安尼，还袂高站台，还袂去到上热热。哦，嘿，我先要先甲炒饭，啊，等下佫一挂做食安尼哟，是安尼哟。啊，正好等下翕一下吼，翕一下安尼，佮翕无翕无好，吼，好落味安尼嘿。嘿，我那肯是专业的厨师。咱这蒜哥李长算算真优秀哩，嘿啊，敢若看迄个菜，骨髓就知讲这一级棒的。你较早是迄个十几岁的。我是帅哥，但是不是李长。哈哈哈哈哈。那这帅哥主持人，帅哥主持人，嘿嘿嘿。这。他到底讲你是帅哥？我是帅哥，不唔对。型男啊，型男。型男主厨啦。哎，对。哎，这样子要焖多久？入味吗？伊这应该拢熟噶啦。伊这哦，这即马卡应该拢熟啊。啊，但是都啊翕者，啊有落味吼，咧食吼。特别安尼水水吼。嘿，对。嘿嘿。对，我虽然是苗族，但是我食才较有经验。哦，因为伊这是迄个有穿烫熟。对。但是内面的迄个酱汁还是要让它入味，加里皮。对。即个哦，下酒菜诶。嘿，对。我咧吞烂咧，是。哎，其实吼，咱的妈妈也是讲咱只阿嫂吼，是。她煮的是下酒菜，咱若讲平常时啊，咱踮厝内底吼，其实你麦当安尼炒呢，安那炒，那看咱台入电视台，泡茶嘛可以哦，不一定爱啉酒吼。
是也是较方便，食铁佗啊拢真方便啦。但是若是食铁佗啊吼，你若是讲无泡一下茶吼，因为这比较较有一点仔淡口味，因为内底有沙茶酒，吼、嗯哦，所以就是应该泡一下茶。啊，若无你就是咱沙茶酒会当减量这样子。就一寡豆油啊。诶、欸，你无人点酒，再加沙茶尔。嘿，豆油一丝啊，水些啦。浇豆油吼，一点点好，一点点，嗯、因为豆油豆油的这个香味啊。嘿啦，嘿嘿，对对对。必须吼纯量的。对对对，咱的迄个里长、里长吼，伊头都讲到讲这个关怀啦吼。是。我感觉讲吼，咱啊很多人吼，包咱即马讲讲真慎重吼，啊真严肃的心情来讲，就讲咱我们经常在看一些啊、报章啦、杂志啦、媒体啦吼，拢一直在讲哦，啊你来看卖，就不好许多人的啦吼，啊是讲违规三者的啦吼，即使哪里出了问题，其实这个环节就是在教育。所以吼、哦，咱也是会当甲咱的人吼、哦，比如讲，人讲吼时代在变，不过我感觉是咱人的心在变，所以安抚人心是一个很重要的工程。是。是啊，你若想讲吼、哦，咱这个关怀的真重要啊、嗯，尤其是隔代教养吼、哦，阿公阿嬷有当时会较生，啊阿孙呢，就是时代人无伫身躯边，阿公阿嬷拢啥物拢好伊，啥物拢好伊，因为心肝内底无温暖嘛吼、哦，所以伊可能会较搞讨物件，较会，不过安尼就成惯习啊。咱来当安安尼从我们的里民关怀开始，让每个里民生活很安定，身心灵都很愉悦、很放松、很快乐的生活。我相信他的心中是有温暖，然后进而他的心中是有爱的。这样子的人心要变到多大，嘛困难呐、嗯，对吧？所以哦，这个力来对吼，这个啊弱势族群呐，啊是隔代教养呐、啊、独居老人呐、啊、吼，照顾这是一个真好诶。咱大家这个立场吼，其实我们都可以朝这样子的方向来做。你们真的很好，很有心。谢谢谢谢谢谢，陶姐，嗯，美丽主持人。咱鼓励咱大家拢爱安尼啦。你鼓励。因为吼，我咧台立电视台就是吼，是，很少电视台像我们一样成立的时候就成立一个社会福利部，是，就是要做甲大家吼共同社会来做这个关怀。是。哇，真，我即卖心内我嘛一直温暖起来。哎、欸，啊！你若都安怎用，你咱偷偷用，无互阮知影一下。这个才拄好放落去，了后佫佮炒炒的，了后最后要起锅之前，加淋一下咱的米酒。加淋一滴米酒，淋一滴香油，就安尼就完成啊，就对。啊，这个等我一下哦。边啊吼，咱佫切一下。妈妈哦，咱有当时伫咧厝内底吼，咧煮菜时阵哦，凊彩糊糊的，炒炒有无？囡仔要倒来食，暗要倒来食，凊彩糊糊夹起来有无？规桌顶啊，平个规个哦。唔香啊！咱即摆就爱靠迄个学一下，注重一下审美观念的吼。天哪、啊啊，实在吼、哦、煮的菜吼无讲足好食，但是呢，咱的摆盘呐吼，也是讲咱边仔个切落足清气吼，看起敢那足好食，色香味给咱很俱全安尼。哎、啊，翁回来吼，伊本底是安尼，讲我伫外口啊食饱，但是看回来看你煮菜啊，遐尼好食吼，啊无搁食一碗呢。来，咱试食看卖下者。好，谢谢。你家己买饲呢？谢谢。哎、欸，迄阵的甜味搁甜的呢，而且袂安尼粉粉水水，迄肉就搁足 Q 的，还很 Q 弹的，很好吃。阿强，你讲啥话啊？我食到袂讲话，你讲啥话啊？健康。一般咱咧食这饲啊卡吼，都爱搁加了，都爱搁拱，爱搁喊，爱搁迄落。哎，这拢甲咱处理变变，处理较好些。尤其尤其是这蒜头，你明日他讲蒜头较济哩，较香，较香。对。啊，我感觉这吼，小可安尼咸热咸热较好食。哦，就像咱头先主持人所讲，对哇，会当做下酒菜啦。好好吃哦，真的。赞，谢谢。啊，有很多汁，就 juicy 呢，就 juicy 呢，好食不会干呢，好好吃哦。真的很棒。你名啊？这道菜你该号做啥物名？这道菜哦，我嘛唔知呢。你嘛唔知啊？这个是迄个沙茶蟹管，好不好？对。沙茶蟹管，适合啦，可以啦，好，沙茶蟹管成功。后来啊，这李丁伯，我有一个迄个就是吼，即马配合一个。现在实在就是拢要打卡，那我那打卡一下，好，谢谢，打卡一下。李长伯来上菜，沙茶蟹馆成功，成功，Jimmy。